你这就是中国的一个中华的人上面的，这个这个靠谱的，对对，我放这儿。从一起玩过八局，你这个破门啊！什么破门？门带你说。他这是破门，这是破。我查人家门牌。那破门，查的厉害的，只要看见这是破门户。那里面都没事，那里面都线路稳，别的都动没事啊，线路动不动咱都不怕，就是别动这个东西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 PLC， 相当于咱们电脑主板。这个是不是啊？这个是和那个线路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没有拧它。对对，这个线路都不用动，任何东西都不用动。嗯。像那个笔记本儿，把它踢的就是一本书。对，踢的动底下的。动底下的。啊，对底下的。哎呦，看了，一看就都齐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你往上走就动底下的，上下动这个，左右动这个，啊，两边都一样。你看他们停，那个停止啊？能停止，能停止，能停止。这个是国产的，这个是国产的，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，一样一样。愣着，愣着，愣着。这个是啥？哦，那急停，拧一下吧。推这个的标签上去了。哎，它这标签，你看，就是这个叫关愣头啊。它有时候那个出来一个。